我错的部分我改正，对不起。好，你再讲啊，不用再讲了啦。没有骂啊，你没有骂，你没有骂，什么叫做没有骂？你对你对对你的婆婆这样没有骂啊？如果我弱一点的话，我拎起来，走，拎下面去啊。媳妇今年八月自缢，生前最后一篇贴文，我的婆婆杀了我，到底谁吃谁？证据会说话。你老婆呀，这为什么要扯？好吧，爸爸在中间可怜，你要让他可怜啊！你要怎样？今天曝光苦媳生前在家与婆婆的一段十七分钟录音档，道歉了二十几次，婆婆的怒气还没消。妈妈，要请问一下，要给男生的面包要给哪一种，还是各要综合的？就说随便你自己动啊，因为是你决定的，你自己也能干啊。连吃什么面包都要问过婆婆才敢决定。长女家境的郑家以前开纺织厂，住的五楼透天厝，据说占地高达100坪，用五层楼计算的话，就将近500坪。一楼中间还有花园、喷水池。不过，这所谓的豪门媳妇，饭碗真的很难碰。婆婆到底有多拽，恐怕只有死去的媳妇最知道。你真的很意外啊！我知道一起，我觉得大家都是媳妇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突发中心。报道。